朕的这些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。 你说他们谁骗得了谁呢？终于舍得回来了，出入六部的令牌我已经拿到了。您的意思是，囚手也不用太狠，拿的他们不能出门就行了。是。题没上完，接着让他们上。火海煎熬，这是朕给他的考验。 开封了，且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了。不去。下雪了，最适合杀人了。这个大年夜，没有几个人能过得安稳，可以动了。是，在这候着。 接着，明日体年殿设下夜宴，君臣同庆。来，过来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。从头到海，无所为，不见朝床明镜，黑白发，朝如青丝。